你终于来了。没有等很久啊。然后当我们到那里之后，他还是很扭捏的不愿意去跳。然后但是当看到那些叔叔阿姨，就是大家都特别热情洋溢的在跳着舞，很快乐很开心的时候，他也就渐渐放开了自己。三次就这样吧，我希望把这份激情送给小伟，那我们今天晚上一定会点燃这个舞台。